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男三班的老师们好，张老师，张老师的味道。哎，你们对这一轮有信心吗？不太有。哎，正常，我基本上每一轮都没什么信心，我玩什么比赛都是。我觉得，但是我听了你们的歌，就是只要正常发挥，就是至少班歌里面四首我是最喜欢你们的。哦。然后还有书浩嘛，我就比较留意几个 rapper。然后我听到你在唱 rap 的时候，就是你第一遍唱的时候就比较放松，但我发现你紧张的时候有一点喜欢吞后半部分的音，因为我昨天就是听完所有人，我觉得你的 rapper 里面你的基本功应该是最好的，从咬字到腔调到 flow 流畅啊，到整个舞台呈现，我觉得就基本上都是很棒、很 perfect 的了。那昨天你们彩排感觉怎么样？昨天彩排演得很爽，说实话。因为我们那个歌的话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的风格，我演的是很尽兴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彩排会比正式演出要稳定一些，就因为你彩排其实你是第一次上台，所以有很多那种新鲜感，所以我基本上每次在公演前彩排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比那个正式演出要好一些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，因为演出的时候其实你包还蛮多的，其实真的还蛮多的，所以会有时候会容易物极必反的感觉，但彩排的时候就不会。我也特别容易紧张，而且我是那种真的是很紧张的人，就是我上台之后，特别是公演的时候，我会紧张，就是一直会紧张，包括我在学校考试也是，我在学校里面考试我也会紧张，就是我在演戏的时候手都在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很恐怖。哎，那你们在山里就是采样了点东西吗？还是其实没采？也有采点东西。你们是拿那种收音的东西？对，就是拿那个采。哦，好酷、哦。那个人声就是我们采在歌曲前奏那个地方。第一次看到那个背景，我觉得很有那种加州海滩。我其实也好奇，就是你们这边就是生活吃的怎么样？不太行，不太行是吧？没有外卖点是吧？那没有手机，肯定没有外卖。不在哪里？那你们吃的东西是大概怎么样？可以描述一下。盒饭，每天都是盒饭，就是和我们创开始的时候一样。太酷！袁二老师加入挖机娱乐是什么感受呀？我们就是觉得挖机娱乐对我们很好。没关系，可以说实话。真的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，你这个不用担心。首先就是他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他至少是认真的，是帮你的，就是他会全力去帮你。你们加油吧，就是我觉得你们舞台都没有问题。首先就是他没有什么，就是我一定要提的问题了。加油，加油吧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祝愿你们演出成功，祝你们演出成功。